台湾20多年前的时阵，对这个甲骨文金是一个蛮荒时代，当然真少人去接触，包括设计师、甲骨设计师迄阵是啊，无讲什么设计啦，啊、哦，只不过是都国外杂志来了，叫伊一样化葫芦。啊，是这关键性的物件呢，真侪人设计师因为看到杂志都有需要这产品，啊，因为个人都有这因缘际会呢。做到这个相关的业务，包括家具的结构、板材、钢筋、五金，这个几个结合，所以真侪人会问到我这个问题。啊，个人啊对这方面真有兴趣去猎取，所以就会进入这个五金的世界。这之前我们也接触过很多的品牌，也发现 Bloom 的它的故障率最少。始终坚持它的在奥地利原厂生产，啊，它的进步率呢又非常的高，啊，故障率非常少。人生汲汲营营啊，为了一个舒适生活的家啊，所以你也选配一个更好的家具、厨具，甚至装潢。所以呢，底下功能性、关节性的那个五星部位，我们选一个好的。最后，你用起来会舒适生活，袂爱提心吊胆，这是咱要爱的目的嘛。